我们今天继续临摹《倚婴杯》的第30页啊。就是上来就是一堆套话啊，叩首叩首，死罪啊。叩头。叩头，这个运笔啊，运笔要特别注意中锋的保护啊。又是个叩头。头。
啊，它这个字啊，这个字的笔势啊，尤其是这个下面这个西和这个弯啊，这个弯之间的这种呼应关系，体会一下，这就是笔势啊。后面又是个死罪啊。请按
啊，文书啊，手文学啊，手文文书，
这个我们写隶书，总的来说，大多数时间好像都是在用笔尖啊，在用笔尖用中锋在写，但实际上它是有细微的这种提按的啊，有的时候按的时候要按得下去啊，这个收的时候要能收得拢啊，这个是很细微啊，动作很细微。孔子，今天就写到这里了。